喂，妈，小杰，你怎么才接我电话呀？我都急死了。妈，我今天有点忙，但还是很有成就感。你别说了，我已经给王守义、叶伟都打过电话了。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妈，你怎么又给我林早打电话？我要是不打电话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苦。你赶紧回来，咱不干了，咱不在八里河派出所干了，我现在就给局长打电话。哎，别，妈，喂，师傅。师傅，让我们好好的关照你，用他打电话吗？他打这电话干嘛？他不打电话，我们也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呀。李大为向您报道。少奇，吃饭。哎呦，真帅呀，我儿子！我看看，真帅。哎呀，你说头一天上班就这么连轴转，大宝，大帅哥辛苦了。为人民服务。那我换个衣服去啊。去吧。妈，你怎么了？
不舒服，没胃口。是受凉了吗？喝点感冒药吧。王守义都跟我说了，说今天你去执行任务了，还特别危险。哎呀，妈，不危险，就是个普通的纠纷，所里好多人都去了。既然有那么多人去，为什么还让你去？本来让陈浩当你师傅这事儿，我都忍了，我也不想再说什么。可是他王守义不能得寸进尺，你第二天上班，他就让你干这么危险的任务。是不是陈浩也撺掇你去的？没有。我就说，不能让陈浩当你的师傅，他有什么资格？当年他当你爸徒弟的时候，他但凡稍微聪明一点、机灵一点，你爸都不会牺牲的。妈，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，行吗？怎么能不提？你爸命都没了，你还落下晕血的毛病。那也不能怨程所吧？为什么不怨？啊，那毛病我早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事儿也不要再提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人走茶凉。妈，您别这么看着我，我都不好意思吃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吃了。哎呦，你会不好意思？哎，我还真得见识见识。哎，当初考大连蛋的时候可都没说过这词儿。留点面子，是吧？我这性格也是随您啊。嗯。什么？包工队的一姐，土方工程的女魔头，心胸就像大海一样宽广。他们都对我很好，是我自己不想搞特殊，当个警察还那么娇气的。行了，妈，咱不提过去的事儿，你陪我吃口饭好不好？我真的饿死了，我一天没吃饭，好不好啊？别哭了。穿鞋。哎呀，吃慢一点，你怎么这么狼吞虎咽的？你咋噎着啊？啊！哎呀，是不是你们派出所那食堂伙食不好啊？哦，那倒没有，挺好的。就是我们呀，一出任务就没点儿。你到了饭点有事儿，你总不能跟人说，你等会儿，等我先吃个饭，是吧？那当然，那得先干活了。哎呦，这工作还真是挺辛苦的。来，妈给你盛点汤吧。哎呦，真是不容易啊。你累了一天了，怎么不吃？我吃啊，我正准备吃呢。妈，您多吃点，多来点。我给您找两块肉啊，来。嗯。还不错吧？嗯。对了，妈，那个您也知道，派出所工作辛苦，离咱们家又远，那所里值班宿舍也挺紧张的，所以
我想在派出所附近租个房子，就平时上班就住那儿，休息的时候我就回来住。不是，哎妈，您又怎么了？您别这样，我不租了，行吗？不是，哎，百里河是不近，要不我明天给局里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安排你到咱家附近上班，出了门就是。妈，我求您了，千万别打。我不租了，我来回跑就是。小姐，妈这也是为你好，嗯。我知道。儿子，妈想了一下啊，你不是新参加工作的吗？你得呀多干活，得抢着干，还得积极参与，知道吗？而且得随叫随到，啊。当然，说到随叫随到呢，是这样的，咱们家呢离你们派出所确实远了点儿。嗯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我呢想在你们单位附近呢给你租个大房子。妈不用，别浪费钱。什么叫浪费啊？给我儿子花钱是浪费吗？啊，我挣钱我不就给我儿子花的吗？哎呀，这些事儿你甭管，你只要高高兴兴的干好你喜欢的事儿就行了，那妈就没事了，钱我就负责挣，你甭管这些。妈，这您挣的钱也是辛苦钱啊，再说从小到大您都是一个人养家，我现在好不容易工作了，我不得分担一下家庭的压力吗？哎呦，儿子，来，把脸往前伸。哎呦，我的大帅哥啊，你怎么这么懂事儿？怎么这么懂事儿呢你？啊，太懂事儿了。正是因为赚钱不容易，所以花的时候才要开心，才要痛快，哈，就这么定了，你甭管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你妈是一姐，你妈是女魔头，你呀只管去住就行了啊，我负责租。行的，你等我发了工资，把房租打给你。你敢？不是妈，我就呢。你给我闭嘴吧你！吃吧。来一碗。不，我尝。哎、我给你，不是你工作辛苦，儿子你累了，我尝。我来。我要说的呢就是这些，下面请所长做指示。赵大元刚才说的都是重点啊，是重中之重。特别是学习这个虹桥经验上，不能停留在这个口头上、文案上，要落在具体的工作当中。尤其你们新来的一些见习民警啊，更要认真学习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就拿阳光小区这个事件来说吧，处理问题之前呢，一定要做这个细致的调查工作，不然的话，那就是激化矛盾，不是化解矛盾。要以这个真诚感动人，以行动感化人，以清正幸福人，耐心细致地做好这个说服教育工作，化解当事人的情绪啊，消除隔阂，起到这个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把这个矛盾啊化解在基层当中。咱们的新人夏杰同志，在这次事件当中，是真正做到了用行动感化人，真不愧是我们的一个。英雄之后啊，非常的英勇。所长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事儿是大家一起做的。哎呦，你看还很谦虚哦。嗯，不过啊，以后啊不能让你再冒险了。所长，以后冒险的事儿我来。你不说话呀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，真是的。啊。
有人说啊，我对这个阳光小区的居民呢太纵容。我能不纵容吗？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了，我是眼瞅着他们从农民到进城打工，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城市居民啊，还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这个生存法则呀。他们不懂，我们懂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工作的职责之一，就是教会这些新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变成这个合格的城市居民，遵守城市的生存法则。行了，你们不要现在这个跟风狂鼓掌了，以后遇事啊又犯糊涂啊。放心吧，组长，不会的。不会的。啊，我还宣布一件事情啊。咱们所一直有这个传帮带的传统，每一个新人来呢都要认个师傅，以前叫一帮一一对红，现在呢叫传承。这个师傅啊，不仅是教徒弟本事，更是要教徒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，什么是警察的使命。当然了，现在年轻人也不得了，这知识全面，视野开阔，跟我们当初刚入警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啊！啊，师傅呢也可以从徒弟身上学习。你们年轻人呢，各自有各自的理想抱负，但是派出所呢有派出所的分工，像刑侦呀、社区呀、治安呀、户籍呀，这些工作啊都得有人学，有人做。你们要知道啊，现在分给你们这个师傅警种啊，不可能是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工作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治安这一块，陈浩、戴夏杰，大家都知道的啊。曹建军、戴杨树，这是一对明星组合啊。建军在咱们所是屡建奇功，杨树呢是高材生，是局里面重点培养的对象，鼓掌。所长，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生，我能带吗？你还谦虚上了，你当然能带了。你杨树，跟你师傅表个态。师傅，我一定跟您好好学习。放松点，不用客气。所长讲话，这互相学习吧。社区，志杰，张志杰带赵继伟。社区啊。啊，志杰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啊，他是咱们所的全才，全能人才啊。赵继伟，跟你师傅好好学啊。所长，那我呢？落不下你，真是。李大伟，给你分配的是咱们所能力最强、经验最丰富的程新成警官。好。等。哎，所长，不对吧？怎么不对了？我哪有那能耐呀？师傅，我觉得你行。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。好，散会。别别别，所长。所长。那志明，小林。哎，所长。哎，听你教啊！不，我开吧。咱们俗称志明。哎，小齐。哎，杨叔。啊。出警。啊，是吧？师傅啊，咱们不出警啊？不出，咱还有50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要看。
所长。哎，我的娘哎！你蹲这干什么呀？找我啊？你有什么事咱们屋里说，我这腰蹲不住。哎，行，坐坐坐，抽空也去看看吧。小金，以后啊，你就在这儿办公，回头把你东西拿上来就行。谢谢师傅。嗨，客气啥？哦，师傅，嗯，其他新的警察也都有办公室吗？当然没有了，别说是办公室了，现在连个桌子还没有呢。那我还是跟他们一样吧。你一个姑娘家，你跟他们比什么呀？师傅，谢谢您的好意。不过既然大家都是警察，还分什么姑娘不姑娘的？我还是下去吧。哎，小金，跟师傅一个脾气嘛。哎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我坐什么坐呀，所长？咱不都说好你也答应了，你干嘛还这么折腾我呢？我答应你什么了？我折腾你什么了呀？哎，我说所长，你不带这样的吧？我不带哪样的呀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今天就再给你明确一下啊，那个李大为我带不了。你为什么带不了呢？我老了，操不起那份闲心。程金城，你有事说事儿啊，你不带骂人的。你在我跟前成老，你不是骂人的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岁数代表什么？岁数代表的是经验。那我有经验，我带别人行不行啊？你给他找别的师傅吧，我带不了。哎，我刚刚在楼下我宣布的，你现在让我，你让我这个所长怎么当啊？兄弟啊，李大为这孩子呢，我看了，毛躁呢是毛躁了点，但优点呢也是很明显的，可以培养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把他交到你手里头，让他变得沉稳起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要是交给别人，我还不放心呢。只有交给你，你把他看紧了，这才能够行。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能把他看紧呢？我自己还一堆糟心事儿呢，对不对？所长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星城，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你给我坐下。你这个痛点在哪儿呢？我知道，自从当年你受了委屈以后，你这个心态就变了。其实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大家伙都知道。这个事情呢，已经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哎，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啊，还把这个时间精力还放在这老黄历上面，那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像高潮那个岁数人一样哪哪往前冲。你只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，帮我把徒弟带好了就行了，行不行啊？行了。哎，对了啊，我这个高眼用的挺好的，那你对你腰上贴上，那腰眼上一边贴一个。我这个腰不行，我得按摩，这高眼还是留给你贴脖子吧。你还事儿这么多，你真是爱用不用。哎呀，你多大岁数了，这个脾气还跟小孩一样。嗯，一定要盯死嫌疑人，知道吧？回头你们换自个儿的衣裳，啊，去吧。告诉我。哎，来，那个小孙他们这个工作总结写的不行啊，得再具体一点，两天之后交。好，好，提醒一下啊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行，你们先去吧。啊。
小心桌。桌上家里进人了。好，对对对。小心。走走走。多大岁数了？师傅，第一天就告诉你了。我问你多大岁数了？二十二。姓什么叫什么？师傅，您这是审犯人呢。当初为什么上警校啊？我妈让我上的。你妈？家里管不了了，找个地儿管你。啊，就是这意思。还啊？不是你妈把警校当成什么地方了啊？托儿所呀？是吧？您这话说的，跟我妈原话似的。您喜欢喝枸杞啊？我妈那儿弄了一堆好枸杞，回头给您送回来。哎，用不着啊。哎呀，师傅，您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不想带我？您放心，我肯定表现得好，保证不让您操心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保证，以后一定听师傅的话，大事小事、大号小号都跟您汇报。我。你这个醋呀，我这行行行行，你也别说了啊，你看没有，看哪有桌啊，闲着。你爱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，你也别跟我这儿。我给你接点。接什么接啊姐？你给我搁那，你搁那。你能别老跟着我行吗？啊！哎，桌子就这地儿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杨叔的家。都一样，我就用个抽屉啊。走啊！哎，你等。有刀的情况下，先卸刀，再制服他们。一定要保护好周围的群众。停了，动我！这种情况下，一定要在车内给他制服啊！知道。喂，你好，八里派出所。小杰，你今天就是跟着学习，问我就好。习惯奔跑，追问对与错，重复多少相似的时刻，一步一步走过。八里河派出所的，你涉嫌吸食，安排毒品。别打我！哎呦，干什么呢？拍电影呢。不同的轮廓。杨硕，嗯，赶紧吃饭啊。不知不觉改变着，今天直觉成天。八里河派出所。不同的改变。钟表。在共同赋予我。喂，你好，八里河派出所。师傅。
开门！站好，别动！向我别动！不一定非得踹门。警察执法，身份证。站住！向我别，向我别！别说谁了！哎，动手！大白。 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习惯了就好。嗯，我看我得先习惯不了师傅训。我觉得你师傅其实挺好的。是，他肯定喜欢你这样的，又乖，学历又高。问题是他不待见我呀。哎，杨叔，我觉得你师傅特好。我要是跟他搭档的话，肯定特有默契。 不像现在，我干点什么，我费劲巴拉的，先得讨我师傅欢心。不是你说他大热天的穿个长袖干什么？那不热吗？他，我师傅是挺厉害的，就特像个警察。特像个警察，他不就是警察吗？小姐，我觉得你最好。我为什么最好？我听说那程所，原来是你父亲徒弟啊。嗯。 那他肯定对你好呀。是啊，不光是他，全派出所都对我很好。你嫉妒？哦，嫉妒。越是这样，我就得做出点成绩，证明我下届可以做一个好警察，不辜负所有人。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这有什么可压力的？对夏杰来说，可能没那么容易。 怎么能吃那好呢？就看起来所里所有人都对他好，都保护他，但是保护的太好了，就是一个罩子。哎哎，你别小看夏姐，人家警校毕业的，不需要保护。行了，你们俩把我当话题了。你们三个饿吗？ 看样子是不饿啊。好了，下班了，明天再看吧。 师傅，您先走吧。
我想赶紧把钱给我看。你别着急啊。是吗？我想出任务。带全了吗？带全了。不，建妞又出警了。男的，这声不好说，人被盗了。看什么呢？师傅，来。这个给你啊，以后不管是出警还是日常工作，用笔记本记，别再拿几张白纸糊弄。师傅，这么大个本儿拿着也不方便，那没有这个必要吧？怎么没必要啊？你别光想着用脑子就可以记清楚每一件事儿啊！哎，你们年轻人是不是特喜欢用手机记一切呀？那我告诉你啊，这手机在关键的时候也会掉链子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这个以后你慢慢就会有体会了。哦，对了。你还要再准备一个开会专用笔记本，内容可以潦草，可以你自己都看不清你自己写的是什么，但是标题和日期一定要记清楚了。这东西平时没什么用，但到要用的时候那是真要命，有了就能保命。这没这么夸张吧，师傅？师傅还会坑你啊？怎么想？好。走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真的假的，师傅？笔记本。师傅，快进关门。好。来，哎，走啊！师傅，来来搬车。对对对，你这还是有点占道。哎，我马上就搬走了，一会儿打电话。好嘞。赵警官过来了，什么都给你帮忙。一会儿过来玩啊。好。战警官来了，哎，走啊！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没有没有啊，好，那您先忙着。哎，战警官，您这烧水呢？啊，烧点水。哎呦，您这用火还得注意啊。行，放心吧。啊，那我烧完我就熄灭它。对对对，然后你这个一会儿还收拾收拾啊。好好好，辛苦了啊。师傅，哎，这小区里谁都认识啊。那，咱们这社区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交朋友。交个朋友，我来记下。对。只有朋友多，熟人多。以后啊，这刑警队包括各级有关部门来找咱们的时候，咱们才能说出个一二三来，知道了吧？你别看啊，这小区的平时的工作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但是重点就在这些小事的日常积累上，知道吧？师傅，我记完了。警察叔叔。哎，怎么了，小朋友？叔叔，快点看看吧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是我们楼下的流浪猫叫了快一天了，这么大的肚子，可能是要生小宝宝了，救救它吧！小朋友，这个事儿这不归警察管，你还是送它去宠物医院吧。保安哥哥，可是爸爸妈妈不让我管流浪猫。说他们太脏，都不给我钱，让我送他们去宠物医院。
连这个笼子都是我用零花钱给他买的，没敢告诉我爸妈。老师说遇到困难要找警察叔叔。是，找警察叔叔。师傅，给野猫介绍这个事儿，真不亏警察爸爸。行，我把他送医院里啊。耶，漂亮！那叔叔，等妈咪生完宝宝，你再把他送回来吧。我们平时有空都会拿吃的来喂他。好，那等他好了再把他送回来。小黄，快点回来哦。师傅，这算您说的交朋友吗？当然了，小朋友也是朋友嘛。像颗种子，吻了季节，捂热凋谢，暖你手，风的影子，吹着绿叶。选择妥协，拥抱爱，爱爱，从渺小。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。什么？那你拦着他呀？来不及了。警察，站住！警察！站住！别动！警察！